另外一个伙伴叫徐威，男的，是男的，对。啊，今天本来要过来，可是他有接到那个活动，就没办法过来这样子。那时候我们两个就是搭档，高中搭档这样子。之后我们开始，因为我们就是一到就是高中上课嘛，周六日我们是放假，然后我们就是都利用假日去街头表演这样子。然后从开始表演的时候，就是几乎没有跟家人拿过钱，就是靠自己的准备，一直到现在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其实我也很感谢那种身边很多人的帮助吧，从就是老师的帮助，一些启蒙这样，还有感谢上天嘛，就是让我们可以追逐梦想，之后刚好。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去追求音乐的那种理想，也刚好就是有面包，对，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，刚刚好，但是就是一直持续激发出我们对那种生活上的理想这样子，对对对，然后途中会有遇到很多挫折啊，可是我们要去突破它，就是不要被它考倒。就是不管是建筑的也好，还是活动的音乐上面的，就是每一个各行各业是觉得都会遇到一些瓶颈。像我们在做音乐是常常遇到一些那种疯子啊，或是那种故意那种捣蛋的，或是那种喝酒醉的，对，要不然就是有一种遇到那种神经病，就是你在唱歌的时候。一直在乱的，啊，不然就是有时候遇到那种警察呀，那边故意搅局这样。所以说，就是经验的一直累积之后，就会发现说，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应对。然后反而会去学到更多东西，就是说，去看一下那种人际的那种关系啊，说遇到这种人要怎么去面对他这样子。对，慢慢的，就是发现说，其实从高中慢慢磨练做到大学之后，发现说，就是人缘也变得很好。所以说对老师啊，还是出去教学生也是，之后大家都会非常喜欢你这样，慢慢的就会，其实从街头上面的那种实战的经验，就会去历练出更多我们其实意想不到的东西，就是可能人格上的独立啊，经济上的独立，那种还有音乐那种热情，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。像那个，其实我朋友都会说我是很乐观的人，其实都每当遇到自己一些那种像谈感情啊、失恋什么的啊，还是说遇到一些比较困惑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唱个歌，唱一唱之后，其实会把那种情绪给抒发掉，其实自己心头很舒服。像爸妈也经常说啊，你不爱去找一个工作吗？还讲爱玩音乐，看我出头，身边有出头。对对对，就是爸妈就是会担心说，可能你可能就是做比较不正途的啊什么，可是这也不是不正途，对，就是比较不是一般人正常在走的时候，他们去担心这样子。可是我们要去跟他沟通，对吧？就是像我是有跟家庭沟通，我说像我。这样子教学生跑活动，其实收入会比一般上班族还要少。还有时候可能活动多，其实很多的样子，对吧？或者说你不用担心，对吧？或者说，就是像我从高中就开始这样子自己自主，我说你就不要再担心了，拜托相信我好不好？他说好了，这样子，慢慢就变成全面性支持这样子。他们说学音乐的小孩不会变坏什么的，我觉得一半一半啊。我看到有的还是很坏的，老师属于比较好的那个，对吧？我是很孝顺父母的，对，我就请他们不要再担心这样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开放提问。你到现在是多久？从高中。升高二开始表演到现在，
九年的，对，九年差不多，对，快下年就是十年，对。你有没有唱过那种印象最深刻的歌曲？就比如说你在街头表演的时候，印象最深刻，然后让你久久难忘，然后对，久久难忘。对，就是你唱完的那个情景是非常让你在脑海里面印象非常深刻的。其实很多哎，像我印象最深刻有三个。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妈妈，她要跟我说你会唱邓丽君的歌吗什么的，之后我就说哦，好啊，那我唱那个我只在乎你好了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那个样子。然后那天就是唱得很顺口这样子，之后妈妈就很感动，就对她走过来给我，说哇，可以说了，对。还是继续唱，还是继续唱，这样就是那天就哇，整个感觉是非常的开心这样子。对，啊，之后另外一个比较难忘的经验是今年遇到的，对，就是三大行业之间，我都会记比较三件，如果有多的就把另外一件也记掉这样。对，另外就是遇到一个妈妈，那时候我就在表演。在收工那边的时候，他就跑过来问我，然后问我说：“你会不会唱那个陈奕迅的《红玫瑰》？”我说：“哎，我阿姨不好意思呢，陈奕迅其他歌我会唱，可是这首歌我还没有练过。”结果他跟我说他儿子最喜欢这首歌，结果他要泪崩了，他就一直哭，我吓到我。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我第一次遇到。后来等到他比较好的时候，我阿姨，你要不要听开心点的歌？对，后来他又跟我聊起来了，然后我说，他儿子也是大学毕业要去当兵这样子。之后他在今年的四月的时候，就是车祸往生了这样。他说：“他说他儿子就是最喜欢听陈奕迅的《红玫瑰》。”他说他要哭了，就好，就屏气凝神的要等他哭了。对，他一直跟我阐述他儿子很孝顺啊，很优秀什么的。对啊，所以我听也听，听听，其实心里也很难过，对吧、啊？就是，对吧、啊？后来就问他说：“哎，那我唱一首那个。”那个 Bruno Mars 的一首歌，就是 Just the Way You Are， 的给你听好不好？他说好，这样。那首是比较轻松的情歌，这样子，而且又比较动人。我唱完之后，他就给100块这样子。